久？没有打前期之前，它会少一组，就看心脏血管有没有钙化。钙化它呈现说是这种颜色，这个是因为骨头有钙化才会这种颜色。我们看中间这块，中间你的心脏看没有像这种颜色？那看起来是还好，没有看到说有明显的钙化。所以你的钙化指数是零分，我们电脑软体会算出来。好，零分。OK。最好是零分的。OK。如果是超过400的话，就算很高。OK。好，所以我们钙化指数是零分。好，再来再看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打药之后，会看到你的血管。我们血管大致上分成三大条，右边， 右边一条，左边有一个主干，然后会分成两条，一个往前走，一个往后面走的。好，我们先看右边这一条。这个就是你的血管，有亮起来的，就是打吸引剂亮起来的。你血管右边的看起来是还 OK 哈。看起来虽然有点细，不过没有看到说有明显的狭窄或是有钙化。它都是通的哈。再来看左边哈，左边。同样的，左边看起来是 OK 的，没有看到说有明显的狭窄或是钙化，这条整条过来，很漂亮，所以大致上刚刚稍微看过，血管看起来是 还不错，这是左边的回旋支，另外一条，这条就比较粗一点，那转看起来 OK 好，没有看到说有明显的狭窄或是钙化。那其他比较细的这个我们也有看到，也 OK 没有问题。